我是一只可怜的僵尸，在我用炸弹壮汉打败反僵尸小队后，人类为了赢，竟然随机在自己人身上投放了核弹。天哪，为了胜利就能牺牲自己了吗？不行，从今天起，除了召回老部外，我又多了一重使命，那就是拯救人类。你要问我怎么拯救？把人类们都变成僵尸不就好了吗？然后全世界僵尸相亲相爱，就不会有人攻击自己人啦。这是什么小逻辑？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乱扔核弹就合理了吗？看我来拯救你们于水火之中。这片地已经打得差不多了，是时候挑战一下 boss 了。在此之前，哎嘿，跟我辛辛苦苦赚的钱钱来升级超级病毒嘞！当当当，超级病毒 6.0 完成，链式反应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刚好就拿你这个 boss 练练手。哼，不自量力，是不是不自量力？打过才知道。超级病毒 6.0 走你！妈耶，这个厉害了呀，简直就是一口气扔了好几个超级病毒啊！再给你们来一个病毒炸弹，把这一群猥琐大叔都解决掉！哈哈哈，局势瞬间明朗。咋样啊 ，boss？ 你们的战力瞬间都被秒杀掉了。哼，天真，该你们上场了。哎呀，别装逼了，吃我一个病毒罐！啥？就只掉了这么点血？天哪，这反僵尸小队人多了之后伤害太高了！啊！妈耶，这！哎，等会儿，这 boss 就剩自己一个人了呀！擒贼先擒王，去吧，炸弹壮汉！哇哇啊啊！完了，反僵尸小队要上来了，赶紧扔个病毒汉保顶一下！再来个炸弹壮汉，放着我来！啊、搞定！666666！啊！哈哈哈，完全没忍住汉堡的诱惑吧？又是一场轻松的胜利呀、啊！哎，这是……哦！哈哈哈，把 boss 都变成僵尸了呀！完美！人类，你们的 boss 都已经叛变了，看来解放这片大陆指日可待了。